我第一回跟你们吃饭，顶吗？顶。这顶什么呀？就仨人了。就仨人他才顶。现在都啃草。别怕啊。好。你就这么糊嘴冲着我呀？这规矩啊，这得懂。实在没辙了，反过来冲这边。会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这就得交给他。嘿，看着就好啊。哎，这调麻酱的时候里边搁酱油，天津的。我家还不一样。是吗？嗯，您家饭搁不搁？不搁。嗯，就拿水调。哎，师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得嘞，这儿。放心。来，上来一块儿。敬你吃。你对自己的不了解，对相声的不了解，对前途的一些个想法，你得主动问。你要不问，我们俩就吃饭，没工夫搭理你。哎，等等，问问问，现在未必理你，还没上菜呢。我现在有点迷茫。哈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。吃饭呢？不是，工作，工作啊！你要找工作去了？不是不是，就下一步。你来德云社几年啊？七年。来七年。对。你原来怎么想的？就是作为我自己来说，我应该有一技之长，就最起码我要把这个行业我做明白了，因为现在。就网上也好啊，家里也好啊，都不希望我走这条路。人说的对，别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我希望自己能，那是你的事。对，你跟我们说这个吧。这还没上菜呢，这还没来，谁有功夫跟你聊这个？